18日，有网友曝光了一组北京电影学院18级表演系的聚会照，照片中吴磊、宋祖儿和秦牛郑薇都有出镜，不少网友感叹这个班颜值很高啊。照片中秦牛郑薇长发披肩，身穿白色卫衣，坐在左边，笑容灿烂温柔。宋祖儿身穿紫色针织衫，站在中间，她头扎丸子头，乖巧甜美。吴磊则身穿迷彩卫衣，站在右边。